我看了之后很大的爆表。对呀、啊。在什么的边？我们会看到很多石头，我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看吧。好，是爬很多楼梯。哦，好暗哦。这个是一个很暗很暗的一个 cave， 好长的路走。快讲几句话，冷不冷？那个喇叭，这是命定。然后我们要走880米回去。太冷了，这里哦，又黑又冷，哦，要晕倒了。啊，终于出来了，终于见到光了。啊，我好累啊，走好远好远的路，而且那个路好凹凸不平的。不好走啊！等下见，我还要等后面那三个出来。丽文已经跑去厕所了。OK， 拜拜。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比较这种什么地方来的？就是全部都是 forest 来的。嗨，丽文要拍照。Sandra 拿着我的 camera 了。哎，不要掉下去！我们好像在爬山 trekking 这样。丽文讲话 ，Hello， 不要讲 Hello。안녕하세요，嗨，감사합니다。안녕하세요，嗨，Hello， I know speak Korean， I know you are Singaporean 啊， you know your English， let's say some English 啊。What do you want la? I don't know. This route la? It's straight la? I know. Ooh. Hi. Hello. 这里有多长？这里有两条路走，然后第一条是短的，大概40分钟走路。OK， 第二条。第二条要1小时20分钟，所以我们当然是选最短的路啦。好，这边全部都是森林。我们在轮流拍照。那边走去，人会有那个你的背影，对吗？啊，我还来不及。嗨，又是我是最后的。对。过这个桥，我们要走这个桥 ，which I don't know where does it lead to。OK， 因为我看不懂口源字，现在我就跟就是了。好，这一路，吓死！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这个啦，这是棵那棵树那个。Main attraction， 什么特别？你们看，几千岁？几千？碰不到你耶，那就不可以。他们从下面拍呀、啊。他们养鸡干嘛？就全部滚下来。年。Hello。丽文。他们养个，看佳音的脸 ，Zoom in。Hello。阿伯 ，say hello。来帮你们拍，看阿伯做什么摆灯。阿伯，你要躺下。啊！为什么？啊！啊！是蓝天吗？还是你要草原？对对 ，OK OK， 你快来。Hello， Sandra， 讲话。我们加过去比较好。哦，为什么 ？OK， 好。好，我们要加过去了。小文车，他叫我们加过去。
这里，Sandra， Hello， 好，我不会拍你脱衣服。哦，要空客，这里走到这样远，爬很多 staircase 上去，不下去。我现在很喘，很喘，很喘，因为已经不懂走了几百个 step 了。对，要晕了，累死了。现在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爬。我要这口水，水。嗯。啊哈哈，我不要。这个是很美的地方，可是要爬很远，很远，很远。才可以爬到那个什么 crater 啊！你看，已经爬这么高了，从这边到上面，这么多 steps 啊，继续走。你这样爬这个？爬爬爬，看到这些 steps 现在会晕了。这就是累的地方了。好累，爬上来的感觉怎样？很好，那你很好，很好，对，因为我们是减掉很多肥。好像都说是那个累的，减肥。对啊，我脚很酸，很酸，很酸。我觉得还 OK。我们以后去爬不给你吗？好。OK。等一下，我放个其他的。爬上来感觉如何？啊，脚车祸，脚累吗？我要抽筋了，我的脚要 cramp 了，可是好美哦，好美哦，啊，现在好多人啊，好冷啊，我要死了，为什么还下雨？来，丽文爬上来感觉如何？超爽，好凉哦。脚酸不酸？不酸。最难走的路来了。阿伯 ，Hello， 很斜啊，要小心。可是很美耶。要一步一步走。Yeah。好美，你看。来，一起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望着天，把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变成线。喂，很美哦，这边，哇，好美！哈哈哈没有看到，你看这边好美。呜，那下雨呀，可是我要收我的 video camera。啊，超美。走。家园的路回去，等一下哇！这些人走的路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下去的路。啊，继续走吧。안안녕안찾았네요네송산송산잠깐만요네송송산이해좀어떻게가요차네네 GPS GPS 있어요근데
现在中华，中华 telephone number。제주시수포시송산你问在家电话안뭐저저예최선면가시니아표아표선면예가시니2877가시고요예알겠습니다我们找不到地方吃的，然后有一个韩国人帮我们 key 我们的 GPS， 独立我们的那个 restaurant。서기포시前面等待。我们的烤猪肉，噔噔噔，讲几句话嘛。讲话呢？很饿。好吃吗？好啊。我们的 D 呢？今天是 Day 几啊 ？One, two, three, four. Six. Day， 你有这么快吗 ？I lost count.No, 今天是 Daisy, Day number six. I think. 快乐的时光很快也快过了。好吃吗？这是 very traditional 的 Korean BBQ restaurant。嘿，人猪肉。你们很饿吗？不会，不用，不会。两碗哦。好像很多小菜很好吃，这样吗？一人一份吗？他们在看哪里呢？你看他变笑了的样子。哦，他比较不慢呢。哇，十七分钟！Hello。Hello。讲几句话。这个 magazine 阿伯冲完凉，就可以冲凉了。再看这个不懂是谁？这个啊 ，Julie Tan 哦，那个是九妹是吗？她有被强奸过。这是纪文佳音好像住的房间，你看，好暖的哦。走了，我们去厕所。